你告诉爸爸在幼儿园好不好？啊，你有很多好朋友吗？有朋友啊，好，真棒。那你瑞典语学的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我。咱们的家。建好了，要是没入不了手，就把它弄报给司机。对呀，跟他一块儿。咋不能认识？这个呀，不然以后别时间说不行。那侬速度一定要得快。啊，不是，把那是空的地方，给你晾上锁。你看看你的新屋子啊，阿姨给你准备的。开灯，开灯，开灯。看。那晚上。这是你的。条件有限啊，因为这屋啊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。这屋啊，有点凉，因为啊，这个直接是外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这自行车天天搁这儿有味儿，他这个上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方便，就不影响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在这儿睡觉，他进出不方便，也影响你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你的暂时的窝，因为没有隔断，回头不行，你要是咱们找个屏风啊，行，那么点儿也行，不行，反正都是自己人。明天咱们去那个。什么柜子、桌子，咱去看看啊！行啊，耶，怎么样？还行，老大这衣服，你看阿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毛巾、牙刷什么都准备好。行，这原来是马克和万家他们在这儿睡，两张床在一块儿的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给你们俩一人一个私人空间吗？是吧？有插头什么，有台灯啊。好嘞，走吧。耶，万家，欢迎你啊！别不好意思。哇，回家了！梁，你对新家还满意吗？行，那个今天又咱先点不点吧。练的饭做好了，都是热的，在烤箱里，然后有菜有肉。我们先把那个今天大件都不卸，今天就把那个啊急需的卸下来，其他都不弄。终于回家了啊！具体明天再给大家讲吧。太累了这一天。一点半，我们是10点从柏林出发了，好像是，或者更早，我忘了。开了今天一共1000，估计得有。
还行还行。我真的以为我开不动了，但是今天你看还行，主要就是太想家了，知道吧？想孩子们老婆是吧，归心似箭嘛。一会儿我给自己接风洗尘，明天回头等我媳妇醒了踏实坐一块儿，咱们一块儿聊一聊啊，到底咋回事。耶亮，你看你看看，阿姨给你做红菜汤给力吧，给来吧来吧，来我给你盛，来我给你盛，真是想这口了，真的正宗红菜汤，斯拉夫民族的大菜啊，硬菜，再来块肉，行，先吃，吃，好嘞，吃吧，给，先吃，鸡翅，然后这是他弄的米饭，蔬菜还有丸子，这是块肉。这么大，我跟他说你爱吃肉，然后他就给你弄很多，够你吃吗？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黄油，我抹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干吃。你不吃黄油？我不吃黄油。好吃，你吃一点。我知道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我不吃黄油。是不？啊，不得劲儿。啊，我就喝奶茶时候加黄油，其他时候好。那行，省了。你真逗，不得劲儿，不得劲儿。看我媳妇弄这个，这是原来是肘子，一个肘子，啊，自己弄的，自己琢磨的，味道闻的还不错啊。行，开吃啊。来，马克，你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你过来，别动，大家可想你了。你过来，让大家看看你。让大家看看你，帅哥 ，Vera， 来，应该说什么？跟大家打招呼。谢谢。不用谢谢，不是谢谢，我说你跟大家打招呼，你说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小姥姥，马克走了，卸车去了，走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我媳妇正在换衣服，一会儿送他们去幼儿园，万念已经去上学了。然后我睡得很不错，虽然睡得比较短吧。3点多睡的，然后7点就醒了。现在卸车啊，马克帮我一块弄。这个你拿进去，这是泡菜。嗯。马克过来，月了你别动那箱子，你放那儿。月了过来，快点，快过来，我给你看看东西。哒哒。你知道这是给谁买的吗？嗯。给谁呀？这是给你的，真聪明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李阳哥哥的爸爸送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那你应该说什么？谢谢。谢谢叔叔，对不对？谢谢叔叔。行吧，去吧，你先把它送回去，先别开啊啊。这个你拿不了，这个沉。哎，这个轻，你拿着这个进去给妈妈。没事。哎，去。一点都不沉啊。这个沉，你能拿得了吗？不行吧，那还是我来吧。别着，真逗。李阳还在睡觉，让孩子多睡一会儿。万念是不是高了？我感觉高了，突然一下砰这么高，我天！小公举，比心，比心，啊，真厉害！别踩那个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吧。对，这是酱油，这是酱油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好，走吧。真厉害，你告诉我你想不想爸爸？嗯。别嗯啊，说想啊。爸爸可想你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呦，你好，帅哥，你是不是帅哥？嗯。你告诉爸爸在幼儿园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有很多好朋友吗？有。有朋友啊。好，真棒。那你瑞典语学的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真逗。嗯，行，好，这都是零食给你买的，来吃吧。
去吧，拿走。往前面搁，往那边搁。对，放那儿吧，别给动了，过来。